来，我先讲第三行的第三小节的第二拍，它这个哆来必须要从千金剑滑下来，所以是这样子。这个刚才教过了嘛，拉哆已经教过了嘛，所有的拉哆都要，然后嗦哆来，从千金剑滑下来。好啦，那我们来试看看这一句哦。不对，第三行，第三行，来来来，第三行，第三小节，那个第二拍的后半拍，它是一个哆来，你必须要，看到点吗？哆来是连弓哦。OK， 来，嗦没有吗？没有。啊？嗦是独立的吗？嗦是自己一弓啊。哎，来。来，我们从推弓好，拉哆嗦哆来，三四，拉哆嗦哆来，跟前面一样，咪嗦拉哆。又问题又来了，这个跟第一行的最后一小节不是一样吗？咪嗦拉哆，只是它记谱方式不一样，可是它的拉法都是，啊，你敢听哦？这就是一句江南的手法，后面还会一直重复出来，所以不要被记谱给扰乱，敢听好意思？你要记手法，我常在跟你讲的手法，所以再看一次，是不是内旋？那你如果手再灵巧一点，你别个回转个嘎打音，买塞啊，只是说。你们的程度没有到那边，我就没有花加花。你记住，我们现在在教的这个东西就叫做加减花，不是减掉的减，减少的减。加减花，你在学江南，你在学大陆的民间的东西的时候，你记住，它简单可以简单到真的就很简单，它可能就有伴奏胡琴，它还蛮可能。会听，他可能就真的就从头到尾在那边拉拉啊拉哆来，剪花可以剪到这种程度。他们两个，比如说奶奶 ，OK 吧？贝塔吗？贝塔，贝塔。你用力啊！啊，若拄着两个拢厉害，就是伫遐此起彼落。啊，拄着较肉开，就是啦，你搁继续扭。就像我头前第一开始，我拢扭长音，你我搁扭长，你看，来拄着较肉开，就安尼来啥？来，对头对头，你扭你的，我对你了。你扭你的，我对你了。这个就是江南师祖的味道，就是这样。三支，如果再加一个琵琶，叮噔噔噔噔噔，我杨景的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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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那种歌有无？我拢背袂起来。尤其是我即马阁愈背袂起来，为什么？你看伊有我著，尤其即马阁有和弦概念啦 ，A 麦、E 麦、C 哦 ，D 麦、C，
就大概会知道这种啊，所以从光的魁力的来看，哪几种名，它这种，所以这个叫做简花，加花的东西就是明明它只有一个长音，它就把它，比如说我们的快板，它只是。可是他把它加到变成，他就加了很多表情在里面，所以我们在为什么要花时间来学这首歌，就是要让你们再拿去流行歌曲去运用的 ，OK。